这边有个大姐在弹竖琴。我觉得我应该过马路，但是那边过呢，大概就是从这边。哎呀，教堂在那边。太阳转了个方向，老城区还是很大的，远比我想象要大。哎，这边商业区就多了起来啊，但是都是卖衣服的，都是女士用的，那给我们男士用的基本上没有。但是你得穿得很暴露。这一个要饭的大哥，看来这真是商业区了，因为只有在商业区才会有这种要饭的啊。累挂了都要，是因为体格一胖啊，他妈走点道就累。我现在也给减肥了，但是一看到好吃的就忍不住。这麦当劳他妈吃了不少，我刚才点了这个20个鸡块，20个炸鸡块，1个汉堡，再加1瓶可乐，你说就这个给够个胖3斤。哎，这里面别有洞天呐。这里面有点意思，就这个 SPA 好像是。这个女人大胸我照下来了。这个大哥面无表情，他没有表情的脸上写满了疲惫。对，